靠我打伤害，是吧？对有的没伤害的。我会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魔法。之后就没什么可以控制我了。如此老旧的魔法也想打败我？情绪只是干扰而已。将会崩塌，但我将会留下。这兵没傻，怎么说？谢谢翘哥的四架飞机啊！谢谢翘哥的四架飞机。被限制，但还没有受损。我操！哇，这一波直接闪现减速，有点牛逼啊，有点牛逼。两个没闪了，别怕。哎，关不住我。是人类的意志，不受血肉之躯的限制。奥维奥应该是打不过的。现在他们会记住我的。得帮我吃下线，感觉。
万豪过去就别打了，这个这波塞拉斯过去就别打了呀，很亏呀、啊。我是不会被推翻的。将因我而亡。没到，我遵循着魔力之道。哎，我操！怎么可以控制我了？我的实力虽然被限制，但还没有崩溃。我等个大面具。不住我，坏了，死的要大了，我死了。为什么我总是会弹到这个
分屏去啊，有啥？人类的意志不受血肉之躯的限制。世界将会崩塌，但我将会留下。兄弟们，塞拉斯刚用闪现了吗？兄弟们，塞拉斯。三单这把还可以，没用是吗 ？OK。将宇宙连在一起的力量。哇，这塞拉斯还整了一手水晶鞋，好恶心。先去发育吧。魔法的秘密只属于我一个人。我会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魔法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觉得这个塞拉斯得万豪去跟他带，我得去参与参与打架。我现在打架很容易找到机会的，因为我伤害还可以的，我有反装鞋。我这死个也死不起了。
我有点想出影业呢。这把出世界装束没什么用，说实话。什么可以控制我了？出影业嘛，影业，然后影业帽子在世界装束。我的实力虽然被限制，但还没有受损。受血肉之躯的限制，世界将会崩塌，但我将会留下。打不了了，打不了了，打不了了，打不了了。哎，塞拉斯有 TP， 我们打的还是有点慢，感觉。臣服侍。
哎，我以为塞拉斯下去了，我操，对不起。哎，我刚以为塞拉斯下去了。哎，对面塞拉斯玩得好啊，真的。情绪只是干扰而已。没伤害呀、啊，我们速度跟不上的。阵容也没对面好，对面这个阵容太猛了。